停车场广场。那你回去要配音乐吗？没有，哦，那个，对，就是你的，就是我的声音。好了，介绍一下，这个就是北洞，哦，北洞跟南洞，那这两公顷的农地，哦，那北洞的话，我们的分会，啊，哦，罕见基金会的桃竹苗分会就会设在这里，嗯，还有我们的基因博物馆，啊，哦，基因博物馆，所以北洞主要是一个办公室的氛围，啊，哦，那有些外宾校外教学来这边参访啊，然后看简报啊，看博物馆。啊，或是病友一般一到五的服务，大概就在这一栋。那南栋其实就是礼拜六、礼拜天的重点，啊，因为后面都是农场嘛。嗯。那这边有一个疗愈花园，啊，专门就是让病友可以放松的。那这个南栋里面就有很多，有餐厅啊，有我们的园艺教室啊，啊，营养教室啊，嗯，还有一些体适能教室，啊，复健的教室，还有我们的住宿，啊。主要是办活动都会在这个地方，嗯，那这是我们的农场未来的一些庇护性的生产，哦，那这个中间两栋中间就是一个 greenhouse，哦，会透光的，嗯，以后我们的小品植栽就在这边生产，嗯，啊，两栋楼之间会连结，然后会还有一个步道，空中步道会整个围绕让轮椅可以进出这个地方。这刚刚那个就是马路，这个是马路啊，嗯，所以我们现在进来这样，嗯，以后就是北栋南栋后面农场这样。这样多大？现在就是整个地这样两公顷。哦，哎，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在后面来绕，把它绕绕看，两公顷。嗯，对。啊，这海报你也可以来看一下，海报是从这边进来的。海报都是我们旧的海报，就拿来顺便布置一下现场，都是以前基金会办过的一些活动的海报。哎，来这张，你看这张，我跟我们陈杰，你看，1999年6月，你看当时成立的时候，这是我们过去历届的一些公益代言人。这是他太太啊？对啊，这是他太太。嗯，没错。南正农也认了一颗啊。哦。南正农是谁？南正农。哦。南正农。就是他。对啊，是他。嗯。不老跑老爸，一些病友组织的一个团体，嗯，然后练唱，那后来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叫《一首摇滚上月球》，后面那个，哦，嗯，应该也有不老跑的妈妈吧？啊，不老跑的，不老跑吧？的妈妈，妈妈也是啊，欸，妈妈大部分都没跑了。就不用强调，是爸爸都长跑，所以要强调一下。
郭宏志啊，哎，这些以前的。海报很漂亮吗？不错啊，这不是以前留下来的，有的是车厢广告或者捷运的广告这样。哦。